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我现在还是在漠河。昨天晚上零下多少度？零下18度了。不是，20度了。昨天好像零下25度。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啊。我看看我车里昨晚上多少度啊？我车里温度表上应该有温度。那现在已经过了，它就不。不，这我车里保温。车里现在是零下10度了。这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了，昨天晚上零下20多度，然后海燕的车又打不着了。打不着了，我刚你今天得去换电瓶了，又打着。对啊，今天你得去换电瓶了，你不换电瓶，那个没办法弄。那我今天换电瓶啊，你们这能放在车能放进车里面吗？能放，每人放每人的呗。轮胎到了，雪地胎到了，我们一会儿要换雪地胎。到这块不换雪地胎真容易打滑。海燕的雪地胎也到了是吧？到了，都到了。海在那个快递公司。现在搁我车把海燕的车给连着，用我那个连接线。我这个车吧比较麻烦，就是啥呢？它这个得偷偷还得开着壳，看就行了。这里边。这个线还行，硅胶线，多冷天都这么软。别打。好了，启动。好了。好了啊，电瓶。我对你的大恩大德，你无以回报，不如就以身相许了吧。行，今晚上敲你门，今晚上等我啊。我经常无言以对，我应该怎么去说下文，朋友们？今晚等我啊！不是，我感觉我吃亏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亏。你现在刚才那个来回嗡，就因为电瓶电量不够。对呀，它就嗡。啊，那这样，你电瓶好了就能好多了。它自己跑的。但感觉它发动一会儿，它的启动机好像没有劲儿。哪里？启动机是没劲儿，才能打的。不叫。它没电是不是这样？我那个有电呢，我那连的时候，我那线够粗啊，我那等于跟我电瓶打一样。你看，别看我那，我那个连接线是10打10，那是20平的。没电的话都是这样，有可能吧？反正感觉它启动机没啥劲。电发动机太冷了。电瓶肯定是要换了，你电瓶肯定不行了。嗯。不行，把这个保险丝给它支连了，以后再打不着的话，你就直接跟副电瓶借电，当一打就着了。这个有没有尿？这个尿不透。我不要，我介意。我不介意。我睡你车去。装吧，介不介意？要不咋啦？轮胎都装车了，我们现在去换轮胎，换雪地胎。走吧，去换雪地胎。找到轮胎店了。现在漠河这边就是这样，那个所有的轮胎店都在换那个雪地胎，因为这两天马上大雪要来了，雪没有雪地胎车根本就走不了，哪家的店全在排号等着换雪地胎，全在换。然后我前面还有一台车，那台车换完了就轮到我班了，我就可以换胎了。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，漠河已经完全天黑了，才轮到我们班。现在胖丫的车已经快弄完了，东平方做完了装轮胎的，马上就搞定了。他出去就到我班了。我想问我们的胎像到时候他直接开啊，当司机开来开行不行啊？就是那种选择。尽量别用。尽量别用。对。对什么有影响啊？会磨得很快。胎温不高，容易爆胎的可能。
碰烟的事就完了。到人静，走近吧，走走走，听我的，走走走走走，一直走。终于到我班了，终于轮到我班了，换轮胎了，打号啊。轮胎换好了，直接我准备给它系夹去。啊？慢点油啊。葫芦岛，辽宁葫芦岛。现在十三，能行了吗？不行，你不能超。超了？超大款，油不了，不让油，现在超就是。能不能快点时间？快运吧。走快运。快运能行吗？物流啊，没事，我们快慢无所谓。那你要不着急的话，等两天呗。现在不跟双十一吗？高峰期。对。超过五公斤就。那我就你单下要怎么着中，他扔你这呗，我这没法拿。扔我这行。啊完了完了，我单下了。来年使的吗？我直接也不是来年，我回到家就得用，我就在这边用雪地胎，回家我还用我这啥胎。工厂没有柴火，大半夜跑山里来捡柴来了。轮胎也发走了。这个在漠河想过个冬啊，太难了，这什么都得弄啊。走，抱回去。漠河，今天晚上零下二十六度。那想办法过冬了。虽然说最到去年的这个零下42度，还差一点，但是现在已经是比较冷的一个天气了。在河边捡的柴火，把炉子先点了。这帐篷里但凡点一个炉子，它就不会冷。只要把炉子点着，它就不会冷。还好着雷，挺给面儿的。这炉子还挺给面儿，你着不了，现在不得不着啊。有的朋友可能要会说了，说老狼，你一共来东北就玩这么一段时间，你干嘛要换个雪地胎，又花了2000块钱？其实，可能你讲的有道理，但是我如果换一种说法，朋友们，你来东北，这个冰雪是避免不了的。那么能够给自己花2000块钱增加了一倍的安全系数，就等于说花2000块钱给自己买个安全，那何乐而不为呢？是不是非得一定要到车在雪地上发生侧滑了，或者说是站不住，刹车站不住了，或者说陷到哪里出不去了，这个时候才想起来，哎呀，当时换个雪地胎好了，而不是说直接将那个危险防患于未然。你说对不对？所以说这2000块钱花的是值的。为什么也是我让那个海燕啊、潘燕啊、老王啊全换了。你出来玩儿，开心是一个点，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安全是更重要的。所以说在这里我跟大家伙说一说，如果你来想来东北玩，提前换好雪地胎，在内地雪地胎买，从网购买还能更便宜一些，然后换完了直接来，等回去的时候把雪地胎一卸就完事了。雪地胎超过零度之后就不能用了啊，零度以上就不能再用了，就是零度以下才能用雪地胎。零度以上那个，因为它这个胶太软了，温度一高了的话，容易有爆胎的危险。用是都能用，但是就是风险加大了。万一的话，你温度上来了，胎胶太软了，哎，压力顶不住了，砰，下了，更危险。所以说，雪地胎只能在零度以下用，零度以上换掉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儿，拜拜。